你知道现版本什么道具最有用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世纪每个版本都会有新内容上线，今天我们来聊聊现版本最有用的三个道具，它能帮助玩家进圈，太实用。一、吉利服，不管是游戏的前中后期，你要是想存活，一方面要靠自己的躲藏，另一方面要有伪装道具，吉利服就是最好的伪装神器，穿上它被发现的概率会大大降低，绝对是最实用的装备之一。二、烟雾弹，很多新手玩家不喜欢捡烟雾弹，因为它没有直接伤害。其实烟雾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，它不像手雷只能进攻，烟雾弹可以进攻，可以防守，还可以扶队友转移，甚至还能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从而进圈，作用真的是太多太大了。三、紧急呼救器，紧急呼救器是光影版本上线的一个新道具，它的作用非常奇特，那就是使用后会帮助玩家快速进入安全区，节省下很多跑毒的时间，不过现版本被削了，后期是不能用了，曾经已经强到了影响平衡的地步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什么道具最有用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下期见。